哎，就是你爸爸，妈结婚前呢跟我说的可好了，什么支持我的什么演唱事业，还给我出唱片啊，准备那个演唱会。那现在怎么了？你看看我现在这一天天，我就这么在家待着，你甭提付出这俩字儿都。哎，就有时候我跟朋友出去，先吃吃饭、聊聊天什么的，那都不行。哎哎哎，你们俩聊你们的，别扯上我行吗？ 我这不给孩子举个例子，举个活生生的例子吗？这样他能信呢。我告诉小咪，尽量这孩子我了解，是吧？我觉得他身上这些毛病是天下每个男人都有的。行行，不说了，让闺女早点睡觉。闺女，睡呗。哎，走，咱们起来，走，上楼上回你房间睡。着了。 行，让他睡会儿，睡会儿，睡得彻底平静了。哎，睡着以后，咱睡一会儿再叫他们。哎，我说，你说这个说什么男人女人的？你说的有意思吗？说这些，不要这样类比，好不好？那我哪说错了啊？你哪说对了？哟，那你结婚前答应我那些事，到现在哪一样兑现了？一样都没有。我现在你真不能唱歌了，过气了，过气了，真的，你不能再唱歌了。我过气了。对呀。 有什么词儿你都能用我身上？你想想啊，我是实力派，你这个实力，评委，嘘。现在是时代不同了，你还唱什么？还付出什么呀？你看电视台、电视台那个愉快女声，那个比赛都是90后了。我结婚的时候我不年轻啊，我那时候不漂亮。也不行，那是也偏大了。你现在只给我当评委的年龄，你相信我？你给哎，你给你看看书，去点音乐理论，假模假式的点评，你看这个还行。 再说就你这个女的和男的不男的实力，唱到什么你也不费心，对吧？他比我觉得比我还显老，他唱的很好嘛。送你送到，我求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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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要孩子，你再不抓紧，你等着我生孩子也过期，是不是？闹心，没事。我这一辈子，我事业要事业没有。我真是，我太了解你闺女啊，这个事儿爸真帮不了你了，啊，这个婚姻啊，有时候就得受点罪，慢慢适应吧，啊，老爸帮不上你，真的适应适应适应，别想把你爸你妈弄成悲剧了啊，要学会忍耐，我觉得他们不是坏人，真的，他们不会对你太差。你把205三床的病历拿我看一下。别提了，都给我气死了！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啊？昨天咱俩去采访，我不是回去晚了吗？你猜我老公跟我说什么？说我不守妇道。太夸张了！更可气的是金亮。你说我老公不理解我也就算了，我忍了，他也不理解我。你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苦口婆心的叫你别那么早结婚，要不离了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我真是交友不慎，快快快快快回去！
别看书，看路。看路，我儿媳妇比你好看多了。正常情况下你就完了啊！不过今天没事儿，你走运。啊？怎么了？路上哭呢，估计啊今儿得晚点。哎哎，大哥接着说。我说我说哪儿啊？打电话。哦，昨天晚上他给人打电话，打着打着吧就急了，然后呢又是骂又是哭，咣把手机都给摔了，摔完了以后就跑去睡觉了。我以为没事了，嘿，三点他又跑起来给这人打电话，打着打着又急了又哭，又把电话给摔了，摔了，摔俩电话啊！他这是跟谁呀？我觉得跟小林吧。小林不可能，他们俩早就睡了。那跟小勇？我听那声特像跟小健。开缸了啊！老婆，叫谁呢？认错人了吧？瞧，就怕你不承认。哥们儿这还带着证据呢，这回你该承认了吧？我看看。看吧，那男的是我吧？这女的是你吧？哎，哎哎，别别别别，干嘛？祖宗啊！我说你这可哪敢撕啊？这都吓死我了！冷静冷静，你冷静冷静，你先坐会儿。老婆，行了，别生气了，咱回去吧，啊？不回去。那你不回去，咱去哪儿啊？那咱总不能露宿街头吧？露宿街头也比每天看脸色强。别老任性了，跟个小孩似的。哎，一会儿路过国贸，我请你吃哈根达斯。我不吃哈根达斯。你就算请我吃火锅，我也不跟你回去。哎，我请你吃这个。哎，小米请大家吃冰棍了啊！吃冰棍了啊！哎，每个人都有，来来来！怎么了？今儿不是天热吗？我老婆一看天这么热，赶紧吩咐我给大家买冰棍去了。你人真好，多好的同事啊！哎，来来来，小米在单位是不是人缘特别好啊？那还用说？最重要就是脾气好吧？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们俩在家也是这样，不管我们俩吵架谁对谁错，他都主动来哄我。你说弄得我都不好意思，就是脾气好。我跟你说，金大帅哥，我们小米啊，不仅人好，长得漂亮，追我们小米的人可多了，从这儿能拍到大门口去。是，你说他怎么就看上我了呢？你也好，你说你人确实好，天天都来接小米。我要是结婚，我就做不到。说主要还是我老婆调教的好，是不是？你瞧瞧，知书达理，而且她永远都不记仇。一会儿什么事儿就好了，高兴了，你看这多好！你看，天天就是一高兴，跟我那叫一个好，最好的媳妇儿。我跟你说，金大夫，你要不好好对我们小米，我们可不能放了。那一定，那就绝对不敢说有这么好的媳妇儿，我天天这做梦都能乐醒，这简直是太棒了！哎呦，哎呦，真好，真羡慕你们。其实我是，什么时候才能找到我的那个人呢？来来来，吃个冰棍。真幸福。还有呢，别客气。那个大家吃好啊，吃好喝好。